体的状况并不是很好，还是处于在危险的范围之内。现在主要的是身体上有三处外伤，我们刚刚给他测了体温，体温的话比较低，在35.6，注射了一针营养药和一针那个消炎药，刚刚也进行了采血，等血液结果出来之后，我们再会具体分析他体内的一些血液指标的情况。目前我们先给他做好消炎，然后稍后会给他清理一下窗口。